让韩国的少女时代、日本的 Perfume 都倍感威胁的女子超能力团体亚妹妹再次出动了，亚妹妹闪闪大作战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亚美蝶大作战。在蔡依林的比赛还有萧敬腾的比赛当中，你好像有一点啊，我承认我是太轻敌了，不是，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后悔，你轻敌了对不对？你可是跟我阿雅姐姐对抗的。听说这一次呢，舞后萧亚轩她的舞蹈是着重在手方面，记得这个吗？还记得吗？跟我一样。你跟我是同一年级的，跳 everybody 跳 everybody 跳跳 everybody 跳 everybody 跳。Hello 五号，老师好，帅哥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请到 Alpha 来教大家最夯的闪闪舞。我觉得性感是要有点帅帅的感觉，闪闪在里面，我觉得一个眼神，眼神要怎么样才会就是？像我在做，需要你拯救他，他需要。像在做 wave 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通常很多就是会淡淡的这样子，可是你可以在 wave 中间就出来看一下。你看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跟你眼睛里面要有故事，因为通常我们看到女生都是这样。鬼故事可以吗？鬼故事不可以。眼睛要有故事，期待跟放放放的松，失焦，然后眼爷爷的挑逗感在，嗯。五六七。期待跟梗等待，深深的，你们看得出来是什么故事吗？未播。我想象那个 Rain 的 Muscle 在你眼前弹跳着，有没有一点点？为什么你嘴角会有像 Rain？ 你为什么要扮 Rain 呢？我想把它吸引过来啊！眼睛笑，表情放松，表情要很松。慢慢上去，抽下来快两次。你这样，可是如果看到 Rain 的话，我可能没有时间再跟他放电，我直接扑过去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来吧。老师，你刚刚那一瞬间抛出去的时候，差不多有65公斤。好一个标准螳螂拳呐！还是来看看阿雅姐姐示范吧。你很你也适合跳啊，因为今天的打扮是这样，真的假的？然后跳的时候又要像我今天穿上的中性，然后穿起来中性的鞋子，所以你做那个才会有那个感觉。老师，老师，嗯，对。这是今年才流行，80年代。拱起来，他挺胸对不对？然后闪，你们胸，翘屁股，什么？你可以跟我讲，老师可以再跟我讲。
一二三，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可以小一点，因为你只是带过去再带，然后再带过去。哇塞，哎，这么简单几个动作，他可以跳得好有力。其实很多细节在里面，但是动作越看起来越简单，其实越难。越难。这个其实有一点是在做 wave 的动作。wave。对，我们就是，但是不是身体 wave， 是手 wave。最后要的的的的的这样子 ，L 的。转过来变闪电，又是闪闪，这不是七哦？这样哦，我是这样，你可以左右，或是你可以自由发挥，这样子。而且老师头发乱乱的，这样好性感。对呀，我应该。我的妈呀！看来这条学习之路还真是难走。天热人爱，是吗？这个编舞老师的什么灵感是来自于惠子啊？深深热爱的鼻。可爱性感，想要俏皮，想要性感，好俏皮哦！是不是大舅？是不是？很前卫，前卫。我会，你看，哎，他还不错哈。你看，他的律动是那个另外一个。老师，你看，我要三 D。对啊。左肩、右肩，然后右手再绕出来点右肩，然后转的时候做一个拉的动作，转过来，对，转开来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出去，身体出去，然后再回来，出去，然后踢，踢，对，踢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因为他很多手的姿势是简单的。面对如此繁多的手势，已让阿雅学得苦不堪言了。而配合节奏练习的时候，肢体更是显得僵硬而不停拖拍。儿童偶像出身的蝴蝶，不管怎么跳都像在教儿歌。他今天可以成功的展现性感吗？兼具性感与动感的闪闪舞大考验，究竟谁能够绽放耀眼光芒，夺下闪闪舞后的头衔呢？